这里是启德的空中花园啊，我在这个地方也是春园，它是依附着这一条以前的跑道，做出了春夏秋冬这么个园区。往最西边，现在可以看到那边应该是正在兴建的那个启德的体育场体育馆。现在就已经有很多人在这边跑步了，因为本来这一带啊，就是邮轮码头这边，在东边就是跑步公园，很多人在跑步。喜德花园这里啊，有个1331的概念，是一个跟以前的机场的跑道的一些专业的术语有关，就是它的磁方位，那个跑道的磁方位1352。所以就叫1331，这个看着不是很平白啊，但是大概是这个意思。所以这是它的空中花园，为什么叫空中花园？因为现在是在地面，现在不是在地面，是在上面的一层建了一个比较长长的一个花园。